小牛奥利。又是晴朗的一天。奥利和凯蒂在放风筝，真有趣。森林里飘来了音乐，是精灵公主在演奏。你好，精灵公主。你好，小牛。你演奏的音乐真好听。我们也可以像你一样演奏音乐吗？当然可以。鳄鱼女巫在涂口红。再来点香水。魔镜魔镜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的人？是精灵公主。精灵公主是最美丽的人。好疼。绝不允许有人比我还美。奥利凯蒂在开心地奏乐，精灵公主也在合奏竖琴。我的精灵，谁也不能阻止我变美。看我的厉害。乖乖走吧。可恶的女巫，我们一定要救回精灵公主。女巫回到了城堡里。你为什么要抓我呀？谁让你比我美？你现在就是最丑的了。你现在就是最丑的了。快开门！可恶的女巫，快开门！精灵公主放了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吵什么吵，讨厌的小牛，尝尝这个。给我咬他们。你也太赖皮了。爸爸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女巫抓走了精灵公主，还放恐龙咬我们。放心，我这儿有秘密武器。恐龙变回了原形。嘿嘿，轻松解决。可是女巫躲在城堡里不出来。没关系，我的飞船可以炸飞女巫的城堡。大家一起去营救精灵公主。魔镜魔镜告诉我，谁是最美的人？10分钟前的精灵公主是最美的。
我要把你变成猪头。不要，不要！臭女巫，快放了精灵公主！接招吧，女巫！飞船打不破城堡的防护，没用啊，我的城堡牢不可破。砍招吧，坏女巫！怎么办呀？咦，我有办法了！嘿嘿，谁也救不了你。鳄鱼女巫是丑八怪，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鳄鱼女巫是，可恶的小牛，果然中计了。砍招吧，坏女巫！糟糕，中计了！谢谢你们。嘿嘿，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。